到牛舍，我用啊。我们今天到汉西夜市来玩个汉西夜市的游戏。可是我们本身两个人不是很强啊。对，我们真的不是很强，因为我们平常来夜市通常是吃个东西就走了。嗯。玩游戏小时候比较常玩，啊，现在没什么在玩。我们回味一下啦。我们志在参加，哦，不在得奖。当然啦，顺手如果能拿个娃娃是最好。开心为主啊。会花多少？可能是300到1000内，开心就好了。好了，那我们进去吧。好久没有玩夜市游戏了哎。这个近视设备标哎，来了吗？好近哦！不然我好干，他超近的。Hello。你之后落高了。哇，有了！你好厉害哦！刚才厉害这么近，还要换你呀？哎呀！哎！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有了！发飙了！来了吗？哎，你怎么丢回去了？好，欢迎牛嫂啊！哈，超近，你跟他近一点呢。还有机会，加油！没有了，你下班。哈哈哈哈哈！有了，有了。快了，嫂，你要丢，十折回去买菜。啊，张海放。这边可以。哈哈哈哈哈！五折如果看，那嫂说十折进来。哇！今天还用你要吗？还用你还要？你们这么烂的要？还用来？还用血池？再近一点，再近。哇，还用真的是够烂的。哇，还用发飙了。也没用啊，没六格都没用啊。再近一点。我帮你。你要怎么放？把它吹。你们走一点，再帮我吹一点。哎，没关系，张哥。来，床前面小娃娃坐，哪一张小枕头可以挑？枕头也可以挑哎，枕头到小娃娃都可以啦，那还不错哎。对，小娃娃没兴趣，对枕头有兴趣。枕头可以拿来用啊，再来一个，挑一个颜色。恭喜小娃娃，拜拜，拜拜。枕头比较实用啊，娃娃我觉得还好。枕头实用啦，等下路边就可以睡了啦。3局200。你要妈妈挑战现在300，小娃娃要不要挑战？快乐，然后加油。进不了，你怎么变那么烂？你刚刚是好要踢。真的没有。等下一局又要被你了。你怎么变那么烂？太久没偷懒了，废得跟什么样？一个东西都没有拿。对呀，刚刚就是好娃娃。这个就是因人而异啊，很准的人可以玩的啊，我不准。OK。第一次看到这种东西，第一次看到，没看过这个。示范一次给你好不好？好，要示范一次，谢谢。这样左右瞄准啊，男生大概1/4就好了，女生8/8，然后打这里。哦，我也不好送哎。好的啊。运气吧，随便打而已。那我认真打，好，认真打。好，以我的专业，应该是不用瞄了。真的，靠力气吗？对，力量没有。够了吧？没有，没中。来，练习啊。
小力了，再大力一点，让一次，让一次。太用力了啦！太小力了吗？你要用力一点哦！你开始。再打两次啊！差点就限时了。加油！有了！差一点！哦，差一点！飞出去了！好，快点！这次简单不好打。对啊。哎呦，你差一点！谢谢，拜。还不错啦。哎，这个好难哦。在玩气氛的。那比投篮好玩。气氛感啊，而且人还不错啊，他人很好哎、欸。这个男的可以以后有来的话可以找他啦，不错。重点是他还会让你试打啦。对。那我们来出下面做个收尾啊。我们玩好啦，由于篇幅问题，我们就玩三种游戏就好了，好不好？那三种我们大概花多少？几百块了，那也还可以啊。它是娱乐性质啊，就没玩，现在还蛮好玩的哦。我小时候常常玩那些夜市游戏，以前比较属于什么钓鱼啊，现在太残忍了。现在你看得出来，这边很多比较属于新潮一点的，丢东西还有剩下打东西的，还有投篮，蛮特别的、啊，很好玩，体验的很爽啊。虽然没拿到什么娃娃啦，我刚才已经有娃娃了，我换抱枕啊，因为抱枕我用得到，比较实用啊，比较实用、啊，相当的好玩啊。我印象深刻的是打那个锤子啊，蛮有趣的。而且那老板真的人不错啦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找他，很热情啊，很热情、啊，活泼、啊，他就送我们了。我一开始想说这个年轻人哦，会不会很机车？因为人不错，赞赞赞。好啦，那我们的影片差不多就结束了哦，爽就订阅，持续更新。其实他认出来了啦，是他认出来了，是啊，那早讲了，好不好？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年产片量会增加啊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哦，一定要订阅我们啊，甚至强迫你朋友订阅我们哦。你看，连我家猫都疯起来了啊！爽，一定要订阅就是了啦。不爽啊！啊，不爽再看一遍啊，看到爽为止啊！强迫我们订阅就是了啦，马上冲起来！太凶了啦！